聆听更多不同的声音。我们不希望我们的支持者彼此撕裂，彼此分化。民进党是靠大家的努力才有今天，你们很有活力，就是要用这种活力继续支持民进党的联合。各位大哥大姐都是深爱民进党，跟我一样。咱拢是进入工作者，所以有路用的工课，你做寡无歹。若无路用的话啊，咱讲一句啊，搁较好。